红拳一代宗师刘家良上月因血癌辞世。7月23日，刘家良妻子翁静晶与家人及陈百祥、郑少秋、汪明荃等香港艺人齐聚世界殡仪馆，送这位人生知己最后一程。殡仪馆外，刘家班大旗屹立在道路两旁，灵堂内布置以白色为主，遗照采用了醉马流剧照。当天，汪静晶头戴白花，与陈百祥一起接受访问，感谢传媒关心。汪静晶称，会场所播放的刘师傅纪念特辑十分感人，自己每次看了都泪流不止。一代宗师刘家良的悼念册封面，一代宗师四个字由刘德华所题写，册内有刘家良一家甜蜜幸福的照片，也有工作室的珍贵纪念。同时，眼圈红红的陈百祥就讲明为何提笔之事找来华仔。啱啱我哋当时一讲话，一代宗师四个字，咁我见到。即係我一路都知華仔同阿 B 都有一路學習雜誌，但係我見到咦華仔喺馬會幫佢寫嗰幾個字咧，都好有力，同埋華仔佢好尊敬師傅嘅，咁所以我嗰秒鐘突然間就諗起佢，一打俾佢，佢又即刻話 OK， 咁佢雖然要趕住開工，佢都即刻寫咗，咁呢啲緣分嚟啊，好多嘢都緣分嘅。刘师傅一生为人耿直，好友众多，徒弟们也都是圈中地位很高的角色。大弟子郑少秋回忆起师傅，除了尊重外，更是夸赞师傅的坚毅、乐观品质。而罗家英则清楚地回忆与师傅的最后一会面。上个月咧，我都喺太平馆同佢饮过一次茶，咁倾过偈，咁我就问佢点啊？佢话：唉，呢排真系，佢好少咁即系即系认唔到自己有病嘅。佢平时都冇事冇事咁样嘅。啲人都係有啲唔掂咁樣，咁我話你點樣保持身體健康啊咁樣，咁佢做個運動俾佢睇啊，咁我可以我企喺靠喺埲牆度，咁扎個馬咁就乜嘢嗰啲徘徊都冇噶啦咁樣啦。係咪都好激勵你㗎佢？佢依家人係好激勵嘅，佢就係好有呢、這個。鬥志啊！佢抗癌都20年啦，好勇敢啊！此外，黎明、黄秋生等未能到场后辈也纷纷送上花牌，送刘家良最后一程。巨星齐聚，刘师傅也算走得风风光光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